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奥特曼宇宙英雄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来玩什么呢？还有粉丝说要玩罗布啊，要玩罗布，那么之前我们绝对是要玩布鲁和罗索的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哇，布鲁四种形态，这么多形态，哇，罗索在这个游戏当中也是四种形态。那么今天我们玩布鲁奥特曼的四种形态试玩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这个游戏当中这四种形态哪一个最炫酷呢？全部都玩一下它的技能。好的，我们选一下最基础的形态，月水形态，免费试玩，这是它的基础形态，水之形态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普通攻击，范围最后一下比较多啊，最后一下比较多，前面哎也不行啊，也不行，这普通攻击不行啊。我们来看一下一技能啊，它这里有个大写的 V， 哇，果然是一个 V， 朋友们，多段伤害不是很多啊，但是看起来很酷，这个技能 V， 跳劈还是很帅的啊。二技能好像是一个水柱啊，看一看。我还以为是竖起来的水柱，结果它是一个光波，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！但是这个多段很多啊，朋友们。好的，三好像是一个浪，一个浪花啊，很厉害的浪花。走，这打的这么快就没了吗？朋友们，感觉范围也不是很大啊，不是很炫酷。这好像是一个水球，四技能走。水球之后，然后相当于放了一个二技能的样子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感觉不是很好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终极必杀技，招起。哎，这个帅，朋友们，这个帅啊，这个帅，应该是释放的时候应该是无敌状态，我觉得。他这个技能在空中游走的时候就跟雷杰多那个一样啊，还是挺酷的。好的，我们技术形态水月水形态啊，应该是月水形态，我们已经看完了，感觉不是很好啊。那么不要紧，还有其他的形态嘛，我们都来看一看。好的，这里我们来到了第二种形态，烈火形态。哇，水火不相容，直接来一个烈火形态的波罗奥特曼，走。好的，普通攻击，感觉跟水一样啊，只是属性不一样的吗？一技能也是两下啊，哎，但是这个一技能厉害多了啊，有燃烧效果，哎，还可以去怪啊，这个可以。是不是啊？可以吧？不错啊！二技能啊，二技能也是一个光波，而且光波之后还有火球在他们之间穿梭。看一下，仔细看一下啊，看见没？火球穿梭，哇，多段伤害，非常不错。三技能呢？火柱，哇，这就是真的火柱了，非常帅啊！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四技能，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火之能量波。果然，但是范围不理想。好的，我们这里来一个终极必杀技，是不是也在天空中转来转去，然后丢一个大波呢？哇，一样的啊！这跟水的技能一样的，一模一样，发现了没？只不过变成了火属性，是吧？一模一样。好的，这个火之形态我们也玩完了，退出来。还有两种形态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呢？好的，这里我们切换第三种形态，旋风形态。风之属性 ，Let's go。
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一技能，好像是一个龙卷风的样子啊。我们先普通攻击，不行不行，范围太小。龙卷风也可以巨怪啊，但是巨怪的效果并没有火之形态好。二技能，能量波，也是一个能量波，然后各种穿梭，可能感觉都差不多。三技能，哇，这个三技能可以啊，很炫酷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好像还有个 buff 啊， debuff 是空中放光波，这是跟他们不同的形态啊，还好像还可以破他们的甲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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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我们这里来一个终极必杀技，我估计又是一样，果然一模一样，朋友们都不带改的，换了一下特效的颜色啊，再看一遍。好的，风之形态我们就玩到这里，走，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大地形态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啊。走，大地形态啊，地属性敏捷英雄。好的，我来了。一，什么呀？这么快？哦，对了，我们还忘了看普通攻击。一二三，哎，一样的范围，小的要死。不行呐，再看一下一技能，一个旋风转过去，走起。感觉不是很好。二呢，也是一个简单的光波啊，再加上小球来回穿梭，不是很好啊。三，直接连跳两下，哇，我感觉也不行啊，这个大地形态是不是最弱呀？四技能，没了吗？没了吗？就这没了吗？哇，这个大地形态有一点尴尬呀，但是也可以让他们持续掉血啊，而且好像持续的时间还很久一样。再看一下，好了，打完已经开始掉血了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五次吗？四次，好像是掉血效果最长的一个英雄啊。来看一下终极必杀技，绝对是一样，又是在天空中，果然天空中来回穿梭，然后一堆小能量球，然后跳下来一个爆炸。好的，四个形态我们今天都试完了，大家觉得这四个形态，你们觉得哪一个形态最厉害呢？瓜牛哥玩的结果，我觉得火之形态最厉害，但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，你们觉得呢？好的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支持瓜牛哥，帮瓜牛哥视频多多点赞，没订阅瓜牛哥频道的给瓜牛哥频道点个订阅哦，记得常来看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